哎呦！蝗虫危机。还是狼嚎啊！好不容易才睡着，吵死了！村长，村长，哎呀，这个星期我都换了十副眼镜了。灰太狼最近总在夜里狼嚎，吵得我们没法睡觉。肯定是因为没有捉到羊，在抱怨呢。他一叫，所有的羊都睡不好了。你说错了，我怎么错了？这么难听的狼嚎，谁能睡得着啊？他，作为五大狼后代，连一只羊都抓不到，真是丢脸呐！哎呦，灰太狼，老婆，你狼嚎什么？能不能让我睡好觉？老婆，对不起，我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啊。你这脑子是马桶吗？你说话呀，不想说话就叽声。叽。你这白痴脑子里都在想什么？我就是想怎么能进铁栏杆抓住羊啊。你难道就不能让小羊们从铁栅栏里面出来吗？对呀，老婆说的真有道理。我如果给你申报狼族超级奇观技的大全，你一定入选。是吗？老婆，你觉得我哪方面可以入选呢？一只比猪还笨的狼，难道不是独一无二吗？我找到了，找到了！真是皇天不负有心狼。市长说羊是食草动物，嘿嘿，要是在草上做点文章，草尽粮绝，小羊们不想出来都难了。哎呦，被子摔完了没有？知道了，老婆。把蟑螂基因加入蝗虫卵，批量的复制，迅速繁殖。然后把青青草原吃个精光。今天买了这么多衣服。糟了，难道是家里遭小偷了吗？同学们，我们接着以上的问题讨论。怎么了？地震吗？好像不是，好像是蜜蜂的声音。你们看，飞在天空上的是什么呀？那是什么东西呀？乡亲们，这次突来的蝗虫灾害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。村长，山上的草已经被蝗虫都吃光了，怎么办呢？难道我们要饿死在这儿吗？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有了！目前大家只有冒着危险走出铁门，到河边找草吃。怪，这群蝗虫怎么会这么反常，突然出现呢？看
肯定是灰太狼搞的鬼。我想到了，村长。只要你们吃了这些用麻药浸过的草，在做梦的时候进入我的肚子吧。小肥羊乖乖送上门来吧。绿羊羊，我闻到了仙草的味道，跟我来呀。怎么就两只小羊呢？美羊羊，我的鼻子厉害吧，老远我就闻到了仙草的味道。这么多草，大家看到一定会很开心的。这草好像是故意放这儿的。不管了，我肚子好饿。快吃快吃，吃完了我就可以抓住你们了。哎呀，讨厌，你们这样盯着我，我会害羞的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老公，羊呢？我没抓到。哎呀，你没抓到羊还理直气壮的。我也以为是这样的。不过我们今天的晚饭有着落了。这蝗虫是美容品。美容？它可是吃纯天然绿色食物，吃了以后还对皮肤有好处呢。哼，我看到蝗虫的模样就不想吃。老婆，快来尝尝吧。老婆一旦肚子饿了，性情会更加的残暴，先骗她把蝗虫吃进去再说。你这是什么鬼东西？你想毒死我吗？老婆，不要打了。你给我听着，我要吃羊肉，羊肉。如果不好吃不到小羊，就把你煮了吃。这看似天然的草坪下面放着一张大网，只要小羊进入这草坪。我真是聪明啊。这片森林是我们大家没有来过的地方，大家要注意安全。快来吧，小肥羊们。这里有仙草啊，大家快来。上钩了。灰太狼，又是你搞的鬼。这么快就被发现了。这回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这蝗虫一定是你制造出来的吧。你让我们饿肚子真是坏死了。我不会放过你们的。这可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安静，村长，很快就有好消息宣布了。村长什么时候到啊？有什么好消息啊？什么好消息？什么时候到啊？大家不要着急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救兵很快就到。可是大家储存的粮食都已经快吃光了。那个嘛，不用怕，我在实验室的仓库下储存了一些干草。村长，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？都吃光了。对，都吃光了。好
喜羊羊，你怎么还这样说呀？村长研制了制黄心药，把它浸泡在甘草里，蝗虫吃了以后就会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，以后不吃草，不吃植物。啊，那他们吃什么呀？呵呵呵呵，他们吃狼肉，然后撑死为止。但是这几天我们饿了吃什么？我在想新药的时候头上长了很多草，我想可以够吃几天的。抓不到他们我是不会死心的。哎，老婆，你是来看我的？你还没抓开谢阳吗？再等等，再等等。怎么还不来？不要咬我的肉啊，疼死我了，救命啊。